家好，今天你帮忙很多，顺便呢可以用一下，东西都还不错，看一下。他送，直接送丝绸，然后还有很多元宝。然后我昨天把魔关羽升红色，所以我想要拼看看能不能再打一次。抽哇，刘备他是个奶妈，但是我没有素材了。第二抽看一下，袁绍今天抽的都不错，但都练不起来。第三抽陈普啊，肥了一张，三冲没中啊，魔关羽应该是没有过。那我们补一下重金求险啊，补个七抽，凑个一百抽。第一抽是谁？关羽啊，告诉我。第二抽张昭。第三抽蔡文姬。第四抽貂蝉小姐姐。第五抽李榷。第六抽诸葛瑾。第七抽